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对美好的向往。三二一，起来！夏风吹起的酒，我们在热烈饮吧，不敢说的心话就让风告诉吧，追溯过你名字却被带上给写纸，就让我再试一次勇敢的和你对视。世界末日，我想对你说。这边，这边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这里边装的什么呀？这么重？纪念品。哎呀，你小心点，别给我弄碎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十二点多才到？嗯。你们是不是忘记今天多少号？今天二十号。过了零点就是世界末日了。嗯。啊，今天真的是世界末日。嗯。我突然觉得这趟火车变得不一样了。干嘛呢？给我奶奶发消息，告诉她今天是世界末日，我们祖孙二人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，下辈子我还做她孙子。回你了吗？回了。回什么了？小兔子儿子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末日流浪。那会不会只有我们这里火车躲过了世界末日？看来这件事儿是瞒不住你们。其实这趟火车是通往霍格沃兹的。霍格沃兹是什么？这你个麻瓜，麻瓜，麻瓜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哎，几点了？你肩膀干嘛放在我脑袋旁边？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明明是你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的，连句谢谢都没说。哦，谢谢啊。
都55了。嗯，还有5分钟。为什么越靠近0点，我的心越慌呢？如果，哎，我是说，如果啊，5分钟后真世界末日了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那，起码留下点什么吧。这样，最后5分钟，我们一人1分钟，说点什么吧。哎哎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最后1分钟了啊！总结一下官方的人生。以前我太混了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吧有偏差，然后我就遇到了一群人，包括在座的各位啊，都切切实实的改变了我，重新塑造了。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。最后1分钟了，其实。我也没有什么遗憾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没能坐飞机去美国看场篮球赛，见不到科比也挺可惜的。哎呀，你们别危言耸听了，我可是上好家，我运气很好的，买汽水总会换来再来一瓶，抓娃娃总会抓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个，所以有我在，这趟列车一定会到达终点的。嗯。帮我这1分钟留给你吧，我用不到。那我希望这个地球能跟世界末日分手，这样就不是世界末日了。我们还有几千几万个1分钟，可以和最重要的人组成未来。大家注意了啊，还有13秒。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世界末日，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，刚才拯救了世界，你们都不知道。你科幻电影看多了吧你？那现在就是新的一天了吧？嗯，又是要上课的一天。哎，那比世界末日还恐怖。第5题，根据上下语境，应该用过去时态，答案选 C。好，这节课就上到这里，下课吧。没作业啊？忘了。哎，老师，英语作业还没布置呢。怎么就他记性？学科竞赛刚结束，这周末就不布置作业了。学习也要有松有弛嘛，大家休息一下，等下周的时候学习强度恢复，准备期末考啊！哇哇！大小姐，小姐，官方，哎，那个我晚上家里有点事儿，我们俩那值日能不能换一下？周一，我帮你值。行，没问题，够意思啊！我走了，拜拜。好像打不了了。
你们信不信？下周一王浩保准跑得比谁都快。官方就是脾气太好，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要是我，你怎样？我就口头答应，然后当做没这回事呗。反正老张回头找值日生算账，找不着我头上来，就得给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一点教训。一肚子坏事，官方只是好说话一点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好说话是没事，但是太好说话那就得改了。我特意观察过，昨天刘全把他篮球打臭水沟里去，那可是他新买的，那宝贝的跟个什么似的，他都不生气。还有他同桌李明老爱转逼，隔三差五转，他满衣服都是墨水，一点反应没有。啊，真的？自从认识他以后，就没见过他主动跟别人起过冲突。这样好像是不好，容易受人欺负。哎，我们明天不是要去他们家吃东西吗？到时候我们开导开导他。哎呀，我早就跟小放说，让他们带你们来玩，你们一直也没来。我还以为啊，是奶奶做的不好吃。怎么会，奶奶？您做的可比我妈好吃多了。哎，你们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啊。谢谢奶奶。老板，你家这东西都坏了，还拿出来卖呢？坏了？不可能啊！那你意思我们冤枉你呗？哎，奶奶，林先生忙您了。林先生忙您。哎，二位先别生气啊，我们家这食材啊都是当天进的，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杨枝甘露我们也点了呀，一点问题没有啊。我说这东西坏了，它就是坏了。啊，那这样，这单给您免了，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吃了你们家东西，这要是吃坏了肚子，那不得进医院啊？这医药费怎么算？你这不是讹钱吗？说话注意点，别太过分了啊！哎哎，这个。二位大哥，买点好吃的好喝的，服务生还算懂事。那我送送二位大哥，你们先吃着啊。钱拿来。什么？钱拿来。这进了我们的口袋还有拿出来的道理？你没毛病吧你啊？你小子欠揍啊。你干嘛呢？你拿来。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官方那个性格不会被欺负了吧？我还真有可能，那两个人看着就不太好惹。我去看看去。哥，我们这是第一次，就是昏了头啊，下次不敢了。我们下次一定绕着这家店走。下次，那没有下次，我们保证。对。哎，干嘛呢？一个学生能有多少钱？没完了！那个，对不起，哥，我错了。哎，有话好好说。错了，千万别动手。哎，愣着干嘛呀？道歉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下次不敢了。这还差不多啊！我告诉你，
别让我在店周围再看到你。听见没有？放心，滚！哎。顾然也太霸气了吧！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！没事吧？哎呀，小事儿，就是这帮人莫名其妙的，一副被欺负的样子，算怎么回事？你呀，碰到这种人就不应该怕他们。你看我，把他们给吓的。不过他们胆子也太小了吧，我都没动手呢，一副没见过大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啊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小凤，过来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？今天出去是不是又打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您想什么呢？我哪有那么爱打架？没打就好。哎呀，奶奶是真担心呢。像以前一出去回来就是满脸是伤，那旧伤还没好呢，就又添新伤了。哎呀，那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？那不是岁数小不懂事儿吗？啊，奶奶，您别老揭我老底儿。那上次尿床那个事儿，江家他们笑话了我一个多礼拜。您可快别提了，没打架就好。不过你现在那几个朋友倒是挺好的，我喜欢。你呀，应该好好向人家学学啊。嗯，奶奶真的不希望你像以前那样。嗯，奶奶，您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嗯，饿了吧？我给你炖的排骨，你最爱吃的，向着来吃。啊！你不是跟官方换了值日吗？你不打扫啊？哦，官方那个，不巧今天我家来亲戚了，要不今天你先值，下次我还你。啊，你觉得呢？我晚点回去也行。那个，我留下来值日吧，值完日再走。您回去吧。我今天作业少，去帮会忙再回家。好了，奶奶您别操心了。我马上就到了啊，挂了啊。哥，就是他抢了我们的钱。就你啊，欺负我兄弟啊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问过我了吗？你啊，等等，你走吧，走了我们去找你奶奶。哎，你关记糖水铺是你家的吧？这老不死的，年纪也不小了啊，磕着碰着也很正常。对，哎，这一打干啥？真不是我夸张，官方明显有转变，就不光是值日这件事儿，今天我们打球有人来抢我们的场地，他都没让，直接赢一场球就抢回来了。这要是放以前，他肯定得说算。这说明我们对官方那番教育是很有用的。没错。我们相当于拯救了他的后半生啊，太伟大了。哎哎，他动手了，快消消他。这哪是转变啊，这是质变啊。快帮忙啊。
之前说的话道歉，不是顾然教你，是你应该教教他。嗨，我当时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，我怎么可能去凑热闹啊？还好我们发现了，不然再教你些有的没的，多丢人啊！哎呀，本来我都不想让你们知道的，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大概就是大家说的叛逆期吧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初二，我呀，当时就是觉得学那些死板的东西根本没有用，就想着用拳头闯出点名堂来，还把幼稚当成了兄弟义气，那脾气更是火的一点就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再让我看见你们赵若兄弟，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当时在学校几乎没有人愿意跟我接触，连老师都觉得我是毒瘤。当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你看你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罚站站好。为了不坏他那锅宝贝粥，我就更少去学校。可能都不是叛逆，都有点坏。所以那些混混玩的都是你玩剩下的。可真够传奇的。但现在想了想啊，当时可真是太中二了，还以为自己练坏了。哎，我当时逃个体育课都被我爸妈男女混合双打，你奶奶没吃彩礼。对啊，那你最后怎么就改变了呢？后来我突然就意识到了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吧。哎，对。我自以为的无所不能，是有人在替我默默买单。我闯祸，他道歉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这竟然成了理所应当。官方奶奶，我说句实话吧，你像官方这种的，别的学校根本都不敢收养。我们也是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了，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，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才考虑给他劝退的。老师，您说的对。但是小放这孩子，他小时候真的是个好孩子，我再好好说说他，他小时候是最听我话的。哎，我们也很为难呀。求您了，求您了。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很泼辣的，十里八乡都有名气。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低声下气恳求别人的一面。哎，放，咱回家。啊，回家。嗯。我那时候才发现，她好像又老了一点。小放啊，奶奶有些时候啊特别羡慕你。你看你这个年龄还能读书，还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其实啊，拳头拯救不了世界，还得靠笔杆子。以后啊，咱不打架了，咱好好学习，认真读书，好不好？我根本就无法想象，他那么瘦弱的身体是怎么扛起那么多的指指点点，还能若无其事跟我商量。故事讲完了，后来我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。怎么样，
我之前还挺混的嘛。没有，浪子回头最酷了。嗯，酷毙了。来，再见。来，再见，来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哎，走啊，咱们回家。哎，家。哎，感觉一下就冷了。走，慢点。哎，没事。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嗯，一转眼就又一年了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你小时候还想当拳王呢。您看，您也说是小时候了，我现在都多大了？哎，你会不会怪奶奶那时候管你管得太严了？哎呀，怎么会？您也说了，那是小时候，我现在都多大了？可不嘛，这又要长一岁了。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梦想吗？有啊，我希望奶奶能再陪我很久很久。第一门信手续之但说今天下午先是请慢点，我不调。从此君王不早朝。哦，从此君王什么呀，别吓到我。你这还有十分钟就考试了，你还来得及吗？能背一点是一点，这冷空气简直就是天然提神药。我再也不相信网上的学习方法。什么方法？说枕着书睡觉，知识能够自己跑到你脑子里。我枕着睡了一晚上。然后呢？落枕了吗？走吧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走吧。加油啊。嗯，奶奶让让加油。你也是。别背了，走了，走。让让，你什么时候回苏阳啊？明天。这么快？给你吧。嗯，那你。我不冷。让让的手套就是不一样，一点也不冷啊。你太夸张了。怎么了？嗯。等你回苏阳了，我们就要异地一个月了。现在看一眼少一眼，我可得抓紧时间多看看。这也才一个月。这人跟人的关系呢，是需要维系的，哪怕只有一周没有联系，那感情也会变淡的。我可不想等你回来之后，开口第一句我问你好久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所以我会给你发消息哦。保持联系这种事情还是让我主动吧，反正我也习惯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我会回你的，你发的信息我都会回的。那说定了。第一次见你下雪了啊。是初雪。走近我，伸出你的手掌，紧握着
我发现世界在创造奶奶的时候，好像有固定公式一样。奶奶切的苹果总有淡淡的葱花味，奶奶总是佝偻着腰，步伐却稳健。奶奶洗的发白的围裙，整洁又干净。奶奶总觉得我们吃东西永远都吃不饱。还有，我操！好好吃。奶奶生活的地方很小，小到装不下大件家具，却又很大，大到是我们童年的整个世界。我有点想奶奶了，但不敢对爸爸说，因为我知道他也想妈妈了。才有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，也没办法说明。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。